么五大鸡爪都是这种整只大爪的，全都是这么大的爪啊，老好吃了。你们喜欢吃咱家干眼豚吗？再过个十天半个月就不卖了，太暖了就不卖了啊。老香了。你们一定要去拍，嗯，我啥说的？静姐香的直摇头，真的香的直摇头，又老满足了，拿自己放感觉老好。